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文化复兴的基地，也透过文化创意把这个地方整个不只是让它有城市文化的特色，更重要的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地区活化起来。中间我们不只是在汉字文化上我们做了非常大的突破，更重要我们也结合了非常多，我们不只是书法家艺术家，甚至现代科技都在里头，让大家真正体会到汉字文化之美。这几年来文化总会都在推动汉字的相关的一些活动，跳脱汉字的那种书法的那种严肃感，让它从室内走到室外，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静态走向动态，就是我们现在要呈现在各位的面前这一个月里面一些非常精彩的活动。除了内容之外，它的一个呈现方式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不光是在馆空间里面，也在外面，让艺术跟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连接在一起，扩散到街区。假如说我们之前呢曾经谈过说创意园区，我们这边应该说这个地方叫做创意街区。城南就是台北城的南方，主要的展馆就是在南海路的周遭，官方或民间的展馆之外，我们还把触角伸到店家还有居民。像文化总会，它是陈永贤老师策展，是文字召唤当代话语录。228它是隐性那一刻，它是用一些档案的概念来去让当代艺术去做解构之后，如何再去重新看待这些历史啊、档案这些东西。台湾艺术教育馆陈家人他策展的主题是某人曾说，他想要借由当代艺术的创作里面，自觉或是各种不同的媒材里面，如何去运用口头传说或是一些档案文件等等的东西，去创造新的当代艺术跟文学之间对话，有时候它是一种拉扯。台博馆的南门园区，那它策展人是李思贤老师，主题是舒适书写的生活现场。那他把整个南门园区的空间营造成在书写的情境当中，那很自在的，然后是生活的，然后它包含了一种空间流动，还有我们的五感都可以融入其中。南海艺廊当然就是黄海明老师他策展，他长期就是在经营南海艺廊。那他这一次的主题是中文书写，他希望透过很多的艺术家的不同的创作媒材跟他的观念，形成很多小的叙事，那这个小的叙事是在南海艺廊这一个大的叙事体里面发生。那在这种种我们就设置了八个主题，那我们就说这里面就是这样八个艺术事件。那八个艺术事件我们又加入了大师朗读，那你可以拿着手机到街廓的公车亭或是街道的转角，你就可以听到很多的大诗人，那我们可以亲自感受到作者本人在朗诵自己作品那种美，还有那种感动。这个大的展览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艺术事件，可是在这个里面它其实分了很多小的艺术事件正在发生在街廓里面蔓延开来。贵宾呢，用您的手帮我们用文字注入色彩。3、2、1，城南艺事汉字当代艺术展，注入我们的色彩，也象征着我们的活动呢圆满成功。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来祝福。